主料，茼蒿300克，鸡肉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、花椒面、葱花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茼蒿洗净，茼蒿切段大约3厘米左右，鸡肉切丝，锅内加油，待油热加入肉丝翻炒，随后加入葱花，加花椒面，加入酱油，加入茼蒿继续翻炒，加入盐，翻炒均匀，快速出锅。烹饪技巧，茼蒿中的芳香经由遇热易挥发，烹调时应以旺火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